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同学们是不是总用不好是的句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句子后面应该有一个的？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结构。用这个句子的时候，是我们想强调事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人或者目的等等。注意，这件事一定是已经发生或完成了的哦。它的结构是 subject 是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人、目的、 verb 的。你想强调什么，就把是放在什么的前面。举个例子，强调时间，他是昨天来北京的；强调地点，我们是在上海见的；强调方式，我朋友是坐飞机来的；强调人，我是跟同学一起打网球的；强调目的，我是来送快递的。好了，现在你清楚一些了吗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